2022年奶油甜电音派对重返台湾，史诗级阵容，其中华裔电音宝藏兄弟也会登台选技。 2021年全球百大第55名，爸爸是台湾人，妈妈是印尼人，常年居住在美国加州，受多元文化及各种外来音乐熏陶，高超的制作功力也获得国际音乐圈的肯定，被称作台湾之光。我们其实，在桃园有读过小学，然后在台北有读过高中，所以这边其实算是我们生长之地。算不算台湾之光，这个我们不能自己说嘛，但是我们只能用心用力。 一直把我们的心给放在这个音乐身上，然后一直努力下去，然后创造更多的工作的巅峰。去年宝藏兄弟来台，在台北跟台中的夜店跟大家相见欢，将百大 DJ 的超强电力毫无保留的给台湾粉丝。这次再度来台登上音乐节，准备炸裂大家和平公园。这次我们表演的那个 set， 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的歌曲，而且大部分都是最近做的歌。 然后我们最近就找到了一个新的很大的灵感，然后我们非常的 excited 要表演给大家。这次奶油甜电音派对不止重金邀请百大 DJ， 主秀更请来电音金童 Kevin Harris， 老烟枪双人组等人演出规模大升级，音乐横跨电音跟流行，替台湾2023年第一场大型音乐节投下超强震撼弹。三立新闻王传雄台北采访报道。